们来住的是杰斯旅宜兰礁溪馆。分开的。三七啊，不用逼啊。房间还蛮漂亮的、啊，而且它的浴缸超级超级大哎、欸。它的保险箱好特别哦，是这样窄窄的。柠檬茶、柠檬水。他们好爱吃的，怎么办？看你啊！你想去外面吃或买回来都可以。我去逼他。我们走出去就到了哎、欸。我们都去吃天香回味啊。胡闹的作品。干嘛？我觉得这两只都好可爱哦。可爱。一定要是爸爸或妈妈。你画的很好哎、欸，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口的地方帮我敲上。你说我就这样搓个10分钟，对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对，我们稍后会把它变黑。怎么那么简单？所以你手没有洗干净的话，你就要承担自己的细菌这样子。原来是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前次都有帮你们做了这样。哎、欸，你这辈子里面长那么大也没有搓过爱玉啊，那你就好好搓。我搓过啊，我搓不到我自己在。很密的东西，它越搓越滑。真的都是手工活，训练耐心的。哎、欸，很适合你啊，因为你很没耐心呢、啊。真的没耐心。小姐，这样已经好了吗？帮您看一下哦。要几个？林德要再搓一下、哦，还要再搓、哦。这是我的爱玉。对吗？你看我的花花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爱玉，不会吧？我会分你喝。我不要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好黏哦。你搓爱玉的体验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人生曾几何时可以搓爱玉？三号报房号就可以来领取喽。好，谢谢。他说有名的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八宝冬粉。对。最自己手洗的爱玉怎么样？超酸，它下面有黑糖啊，哦，就跟外面卖的很像哎、欸。真的、啊，没有你手的味道吗？干嘛呢？我没想到是这样哎、欸，我原本以为会很不一样，比如说比较水或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外面卖的爱玉都是真的、欸、Q， 就跟外面卖的爱玉一模一样，真的。所以好吃吗？就跟外面卖的外遇爱玉一样。外面的外遇一样，原来你有外遇，你的长相看起来外面的外遇味道一样，对，外遇耶，甜蜜蜜，酸酸甜甜的，有恋爱的感觉，总是外面的好，对，那外不可以发出的淫秽笑容吗？
怪异耶。自己套吗？是这样丢的套吗？它是一个，这是只有旧的玩具，它就是把一个人组合起来，就是以前他们讲那个。你不是说你很会拼魔术方块？没有啦，我都用。你不是说你很会玩陀螺？哎，今天这个地方都完全可以证明你曾经说过你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就来，让我来打一颗看看。好，开始。怎么那么沉重？哪是？那你这是开合跳吧？你应该是一格是单只脚，两格才是两只脚。再一次哦。Go。怎么跳起来这么丑啊？你跳的比我丑吧，而且比我不标准吧？你跳的很好哎。跳。踩线呢、欸？有没有？踩线都踩线了。什么是箭鱼？就是你看它没有一样型的，怎么会这么有一样格子跳不出？我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很难吗？搞不好我有点天分。好，箭鱼，箭鱼。他会打到我啊？不会，就是往上抛啊，把它插进去。分享一下这次住宿的心得。我觉得如果很怕开车到宜兰很塞车的人，其实真的很适合来礁溪旅行，因为我发现礁溪的温泉饭店好像离火车站都还蛮近的，像这一间杰斯旅的礁溪馆也是大概走路五分钟以内就可以到，就是交通上我觉得非常方便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很棒是它房间的浴缸超级超级大，它的房间里面的温就是温泉水，所以就在房间里面可以直接泡汤，泡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胡闹总一直说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就是他说大到他觉得可以在里面游泳，虽然他有点太夸张了。原本以为只有这边有个窗帘，就后来发现还又再加了一层窗帘，所以隔天早上也不会被亮醒。然后再来是他楼下还有一个大众池的浴场，然后大众池的浴场也非常的干净舒服。这次住礁溪杰斯旅觉得住得很舒服，如果有机会大家来礁溪玩，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哦。拜拜。